白羊座下周运势，12月17日到23日，事业运势，周一水星三分木星可能为白羊座的事业带来积极的影响，这可能增加了与同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协作机会，有助于推动项目和目标的实现。然而，金星对冲天王星可能带来一些挑战和变动，可能需要白羊座适应和应对不稳定的工作环境。财运运势，金星对冲天王星和水星六分土星可能对白羊座的财运产生一些波动，这可能意味着在财务决策和投资方面需要更加谨慎和稳妥，建议白羊座保持理性和审慎，避免冒险或过度投入。爱情运势，太阳进入摩羯座为白羊座的爱情生活带来稳定和积极的影响，太阳合相水星会加强与伴侣之间的互动和沟通，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感情连接。水星进入射手座可能为单身的白羊座带来一些浪漫和激情的机会，但也需要谨慎处理感情的进展。健康运势，在健康方面，这些天象活动提醒白羊座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平衡，忙碌的工作可能带来一些压力和疲劳，因此建议白羊座合理安排休息和放松，保持身心的健康状态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